我是尼泊尔人，尼泊尔人。我是尼泊尔人，尼泊尔人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尼泊尔帕坦杜巴广场上一人的佛女生萨米达，很高兴在这儿和大家见面。尼泊尔是一个很漂亮的国家，欢迎你们来尼泊尔游玩。在此祝福大家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